警车小智二，安全教育从警车联盟开始。进入火场里是非常危险的，小朋友不能进入火场。小智的行为是错误的。救命！火场里充满了浓烟，会让人不能呼吸，造成生命危险。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，而且火场里容易迷路，随时会有物体掉下来，会被砸伤。火灾现场非常危险，小朋友要在大人的引领下迅速离开。安全教育从警车联盟开始。应该就在这里附近。啊，找到了。没事吧？我来帮你出来。谢谢你，得救了喵。发现受伤的人时，不要随意移动伤者，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立刻拨打120求救。如果伤者被卡住不能动时，还要拨打119，请消防员来帮忙。走得动吗？行。那我们赶紧出去吧，这里好危险。啊，还不行？那是行还是不行啊？是哪里痛吗？要不我背你出去吧。啊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店里边有三个孩子，我要带他们一起出去。安全教育从警车联盟开始。火灾现场不要乱跑，寻找疏散指示标志，往指示标的方向逃生。不用怕，姐姐带你们出去。安全教育从警车联盟开始。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。那该怎么办呀？被困在火场时，不要慌张，冷静下来，思考逃生的知识和方法。小智，你要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样面对一切困难，这是成为一辆优秀警车的必修课程，也是你未来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小朋友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安全教育从警车联盟开始。